先回基地，这儿我派人看着。好，老铁，啊，这就看你的狗了。那个人已经潜入了本市，我试试吧。啊？怎么？没把握？我很少拍胸口，这你知道。嗯，要尽最大的努力。嗯。哎，你的闪电突击队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现在已经进入第三期的强化训练。嗯，训练要跟实战结合起来。嗯，我走了。好。哎，老铁啊，听说你卖了条狗。哎呦，行了，你上车吧。嗯。哎，你把严嵩的狗卖了。路上说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这也是迫不得已，不把黑狼处理掉，严嵩的心就收不回来，训练就会受到影响。事实证明，你并没有受到预期效果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严嵩的性格很像你。像我？对，不信你仔细回忆一下。能否把严嵩补进突击队？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。只要他接受黑豹，完全可以。请指示。眼下这项任务绝不是训练，你们应该心中有数。毒贩子已经进入我市，马上撒网搜捕，警犬接收救援。停住吧！开始，快！
我听着，我们不是在求你，可是老铁，你给我走开。好，可是我跟老高居然像三孙子似的为你费了这么多的口舌。你可能还不了解我，我姓铁的还是头一次这么犹豫不决。我必须告诉你，这儿是警犬基地，不是你们家这边屋。这儿有这儿的规矩。我为什么犹豫不决啊？啊？就因为黑狼的确不错。是啊，那是条很不错的狗，可是它种源不明，明白吗？种源，懂吗？种源是个非常要命的事儿，它随时都可能使我们繁殖了多少代，付出了多少人力和财力所得的成果毁于一旦。这一点你必须明白它的严重性。严嵩，你我都是男人，有气儿冲我来，动手也行，来吧。严嵩，无论如何你不该打自己的狗，那样会把它废掉，懂不懂？严嵩啊，现在黑豹只是惧怕你，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黑豹是条非常出色的狗，让你摊上了那是你的造化。严嵩啊，第一天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在训犬方面很有灵气，很可能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警犬训导员。你给我听明白了，我这个人很少夸谁。你不知道，黑狼救过我的命。姐，啊，看来
是从湖上跑的，有可能。我看，咱们到路上去看看。阿娇，靠！雷豹，靠！靠！阿娇，靠！再细致，再深入，找。这是个大事儿，严嵩。我认为老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这警犬一旦串住，那损失是不可想象的。黑狼就是一条好狗。好吧，严嵩，我不妨给你交个底。我直到现在弯子还没转过来呢。我高一郎在这之前是省城公安局刑警一大队的队长，有人有车，大案要案一个接着一个，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喂狗？听着老弟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毕竟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工作，公安工作需要，社会需要。你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大道理我就不说了，我知道你们最讨厌大道理，我也讨厌，是吧？眼下的关键是不干也得干。干也是不情愿的啊，干也是不情愿的。不对，不能这么说。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有什么用？关键是啊，要喜欢黑豹啊。我不喜欢黑豹，黑豹也不喜欢我。这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呀？我就要黑狼。头疼，真头疼。偏偏碰上你我都不会做工作。是啊，医院那个家伙醒了没有？怕是醒不过来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跟踪秀媛有收获吗？我看了录像，猎豹很可能是跟对了，可是投降的人太多，无法确认呐。哦，那可以再辩论一下。嗯，谁啊？领导，我你撒尿呢？我憋不住了，啊，我那啥，我憋不住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我真想给你两巴掌。大师亲，马帅嘛，去，快走。哎，来。这些人，好，可真没治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别发愁了，回去睡吧。啊，我真的累得快趴下了。这碗饭可真不好吃。嘿，总算有人理解了。领导。师爷，哎呀妈呀！
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谁上吊了呢。那你们村上吊头朝下呀？我们村上吊也是头朝上。啊，我问你，这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来干嘛？要撒尿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你来干嘛？我失眠了，所以我来找你。你也会失眠？那看来这训练强度还不够啊！啊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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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这么练下去啊，我妈就心疼死了。啊，不会的，我看你是越来越胖了，绝对是个能吃能睡的形象啊。那都是过去了，能吃能睡，现在不行了，光能吃不能睡了。啊啊啊！坐。哎。这乡下有媳妇了？顾不上娶媳妇儿，不过对象倒是有一个，长相一般。想他了吧？不想。真不想？我真的不想。那丫头长得不咋地，她不值得我想啊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你整个一陈世美啊。不是说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吗？好歹咱也是个公家的人啊，啊，是不是？二孩啊，啊，像你这种人，应该拿到兽医站给杀了。你别逗了，你严肃点。怎么？啊，坐坐坐坐。哎呦，少二海呀！啊，我那个老二啊，最近也跟他对上了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哎呦，您这。急的哦！我琢磨着，这人活一辈子，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嗯嗯嗯。像你这种见异思迁的混账东西，一辈子也别想娶媳妇。师爷，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？我胆小，害怕。就为这失眠？嗨，你看，被你这一吓唬啊，全忘了。师爷，我今天来啊，是有一个重要情报向你汇报。啥事儿啊？师爷，严嵩他有点那个。严嵩怎么了？严嵩他好像得神经了。不至于吧？可不是嘛，我想严嵩他也不至于吧。哦，师爷，我是担心他会不会不干了。敢反了他了。哎，别，你别发火，别发火嘛。那是他跟你说的？他没这么说，我看出来的。有这种可能啊？是啊。啊，你呀，你找他谈谈，套他的心里话啊。你是领导，我找他聊，那你是干嘛吃的？二海呀，你看看，你说我这猫不猫狗不狗的脾气，这一张嘴我就谈炸了，我是怕伤害了严嵩。就是，说实话，师爷，我又得批评你两句了。你说你那个脾气也太那个了，你别说搁在严嵩身上，就是搁在我身上，那也受不了啊。住嘴！呸！咱俩谁是领导？那当然您是领导。我是领导，我就得命令你跟严嵩谈话，不许发火啊。我才不会像你那样。你听着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找他谈话不许发火，就跟平时聊天一样，
懂不懂？可是领导，要是谈砸了怎么办？谈砸了我兜着啊，不，我绝不能谈砸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二海，你的脾气好，绝不会谈砸的啊，去吧，给。这谁的衣服？你的，破了都不知道缝，懒吧你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领导啊，我问一句，说你刚才拿大鼎那是干什么呢？那是我这几年发明的锻炼方法，现在我的身子骨这么硬朗，全凭拿大鼎拿的。哦，好，好。哎，回来，我问你，有人说严嵩像我，你看像吗？像，真像。只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只不过，你比他更驴。啊。白天疯子还不够啊，有精神就起来洗煤块去。洗煤块干嘛呀？都把这煤块给我洗白了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报告，刚才有人敲我们窗户。谁这么大胆子？不知道。好小子，看我不把这屎给揍出来。干，咻咻咻咻咻咻进。球球，球球，走！你小子还不敢给我出来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走！嘿，看，我以为你真累坏了呢，看来你的精力很充沛，啊？闹什么鬼啊，老高！你们在刑警队都吃什么伙食啊？啊！这跟刑警队有狗屁关系啊！到底怎么了？要不是整天吃好的，哪来那么大精神？白天很累，晚上诈尸。你说话放干净点，闭嘴！你这位高祖，深更半夜扒女生的窗户，这什么性质？有这回事吗？我没扒窗户，我把衣服穿上。怎么全都疯了？到操场去，去去去，这里没你的事儿。
到操场去，给我跑上5000米、10000米。是。杨大哥今天怎么了？哎，严嵩，严嵩，不过咱们这些领导还真的不孬啊。老高，他多大岁？谁？杨辉？啊？25，大概26了吧。哦，发情的年龄啊。什么？啊？你是说狗还是说人？杨辉啊。你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？继续跑。继续训练。
来，继续训练。走，走，走，来，阿娇，走，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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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，跳，怎么样？好点，行，还行吧，好狗，不错，不错。哎呦，哎，好，阿娇，过来，哎，好狗，跳，跳，跳，来，来，来，跳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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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？好狗，好狗，哎呀，哎，来，哎呦，好好好好，你也是好样的，哎呦，行行行，看见严嵩没有？没有。走，严嵩。哎，严嵩。你们结婚吧，我给你们证婚。是你，严嵩不见了。嗯，师爷，师爷，宿舍干嘛？师爷看看。咱们走，上面有事儿，下午进行第三方案。是。啊，你父子把严嵩给我找回来。哎，好，大家吃饭吧，快吃饭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严嵩，严嵩，出门。严嵩，真巧，严嵩，出啊！赶紧啊！啊，这个出，严嵩，快点出啊！啊，严嵩，他这个人是，这你真他妈扫兴！你好什么？你好啊！别动啊！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，我给你开个玩笑嘛，别生气啊。真是，是，走了，继续玩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该谁出了？该谁出了？别生气嘛，我到这儿是来找人的。他大概有这么高，长得比咱们都精神，一个小伙子，你们见着没？好像有这么个人。他人呢？走了，像疯子一样的走了。到哪去了？好像是来找一条什么狗。哎。是不是叫黑狼啊？好像是吧。哎，那人呢？走了。哎，那条狗呢？那狗？哎呀，就是黑狼。黑狼？你看他像不像黑狼啊？哎呀，你们别开玩笑好不好？我这儿都快急死了。啊，你快告诉我，他到哪儿去了？这确实没有狗。对，走。出，出，出。真是的，又输了。哎呀，出去！我说你把黑狼还给我，让我进去看一看。出去！哎哎哎，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！我求求你，开开门！
门呐！哎，开门，把黑狼还给我。师傅，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，你们见过他没有？见过这么个人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兄弟。你兄弟怕是神经病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其实是好好的人。也见过，好像在仓库里。干完活我带你去啊。对，好。谢谢。大姐，您见没见过一条黑狗啊？黑狗？你找它干嘛？我要把它带回去。你凭什么把它带回去？哎呀，大姐，那是我们的狗，我兄弟因为它都快疯了。真的，大姐。黑狗它能治疯病？能治能治。麻烦大姐，你把它牵出来好不好？好吧，你等着。谢谢大姐啊。不客气。黑狼，黑狼，黑狼，黑狼。黑狼，你飞快跑了！
着。对对对，来张个烟。老弟啊，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些，汉斯的人马也要提前来，时间还没定。特别是你提到过的那些不友好的人，这次全在。存心要我的好看呢？不是要你的好看，是要咱们中国警方的好看呢。对于这种挑衅，我们完全可以不加以理睬。这么一来，人家就更好做文章了。所以我才发火。你想想，这个时候我完全有理由要求留下那二十条犬，至少给我留半个月。绝对不行。沿海地区的缉毒斗争需要这批狗。现在海上的走私越来越猖獗了。伙计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现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大局让路啊。你们这是逼我上吊啊。是啊，进入昆明的那个毒贩子到现在还没抓到。老汉斯为什么这个时候来默默地付出一生。